邓宇，这种这是最后一次。以后不管你入围什么没入比赛，我都不会帮你。哥，我保证我发誓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。那我先回公司了。哎，哥，那个许小小在外面，你要不躲躲他？谢谢哥。 小小，我刚看到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人。说什么胡话呢？你风吹傻了？你有哥吗？没有啊，我家就我一个。你就是脑子进风了，我带你吃点好吃的，吃完就好了。走走走，走了。 今天谢谢你陪我买礼物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正好我也出来溜达溜达，好久没来这边走走了。哎，子轩，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入明工作的事儿呢，还是你厉害。这有什么厉害的呀？要不是有你配合，这事儿也搞不定啊。哪儿有？还有医生的事儿呢。悠悠，咱们今天不是来开答谢会的。
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能不早吗？天天加班，还得陪你画画，一天天饭都吃不上。怎么能让我哥饿着呢？来，都是你的，随便吃。冬雨，你这是拿我当小孩呢？哥，我的钱就够买这些了，要不你等我有钱了，我再请你吃好的，行不？冬雨，你别以为这些能把我收买了啊！你知不知道这次比赛的事儿你有多过分？你这是拉我下水。哥，这不都混过去了吗？老师都没发现，肯定不会有别人发现的。这次是混过去了，下次呢？啊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最开始让我替你上课，现在就得陪你作弊，以后呢？以后你不一定怎么坑我呢。哥，我发誓绝对没有下次了，况且我也挺害怕，许小小差点就发现了。这个地方只有悠悠知道。悠悠进来了，我要不躲起来吧？我又没让你躲。我哥，陆明。我同学，许小小。你不是没哥哥吗？他不是我亲哥。不是，他是我哥，但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。不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我们两个确实没有血缘关系。你别说话。篮球赛那天是他吗？啊？游戏厅那天他也在吧？还有美术比赛，我看见的那个人也是他。邓宇，你还有多少事情是瞒着我的？说什么呢？陆明是嘉海大学美术系毕业的，他就是有空的时候指点指点我。指点？偏侧空间失调症也是可以指点的吗？嘉海大学了不起？嘉海大学就可以帮别人作弊吗？邓宇如果后面出事儿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。邓宇，我知道你喜欢画画，我也知道这次美术比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我更知道你得了这个病，心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。我一直知道你的病是因我而起，所以我一直很内疚很自责。可是你呢？我问了你多少次了，你哪次是实话实说告诉我的？你什么事情都瞒着我，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了？我不应该帮你想办法，不应该帮你找资料，更不应该帮你置我无罪。艾玛，嗯，你别说，这项链跟你简直绝配，是吗？对啊，我在商场里逛了一下午呢。就你嘴贫。我说真的，真的好看。都来了，来了来了，都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好漂亮！谢谢谢谢谢谢。马太太呀，肯定连皱纹都不长呢。您夸奖了。琳琳，哦，好的，您先去忙。阿姨好。生日快乐哦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哎呦，我们可真是好久没见了呀！
哎，小夏这也成大姑娘了，出落的越来越水灵。阿姨，您过奖了。哎，这孩子我越看越喜欢。阿姨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是我一点小心意，希望您能喜欢。谢谢小夏。真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呀！我戴的这条是紫萱送我的，连送的礼物眼光都一样。怪不得我瞧着这么漂亮呢，紫萱的眼光啊就是好。哪有啊？我觉得小夏的这条好，我太喜欢了。你瞧瞧，你这一来，我又被比下去了，这跟小时候一样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这孩子，琳琳啊，我们紫萱多好啊，这么多年你过生日。哪次不都是他给你张罗的？怕你孤单，每周都回来陪你吃饭。哪像我们家这个呀，说出国，抬腿就走。这么些年呀，见他一面都难呐。小夏这是有出息，事业心也强。我们子轩啊，要是有他一半上进，我就知足了。这不也出落成大小伙子了，也该成个家了。是，这么久没见，我们去好好聊一聊。走。哎，对了。你们年轻人待着闷，小夏也好久没来了，你呀正好带她进屋坐坐，好好聊一聊啊。对呀、啊，快跟你子萱哥哥去吧，我们聊会儿天。好的妈。好的妈。走吧，江夏妹妹。好的，子萱哥哥。爸，妈，回来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过来。你跟我们说，你干嘛去了？没干嘛，我就出去溜达了一会儿。你真是跟你爸一个德行，喜欢半夜出去溜达。我跟你讲啊，邓宇，你现在是学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了，知不知道？你别以为你长这么大的个子上了高三，你妈就收拾不了你。哎，亲爱的，儿子，睡觉去，睡觉去。哎，亲爱的，以后训儿子就训儿子，你别老把我也带上了。什么叫跟他爹一个德行？我大半夜什么时候出去溜了？我还没说你呢，啊！你昨天晚上喝了多少酒呢？啊，怎么醉成那个样子？呀，那我也不是半夜出去的呀，那不是同学聚会。你同学聚会能喝成那样吗？嗯。你说咱俩是不是得靠近点儿？也别太近了，我怕我妈让我今晚直接住你家。也不是不行，反正我家床挺大的。哟，不是要顾家的小女人吗？你不就是顾家的小女人吗？那要不咱俩……打住！你有男朋友啊？我可不想摊上事儿。男朋友早分了好吗？在国外的时候就分了，都有三年了吧？早知道你单身的话呢，我可以委屈委屈的。得了吧，你还委屈？那天我可都看到了啊。在停车场，有个女孩上了你的车，是又帮她拉车门，又怕她磕着碰着的。你泡妞的手段我还不知道，肯定是你喜欢的人才会这么绅士。说说吧，那谁呀？不是吧，你是认真的呀？哎，你跟我说说她什么样的，干什么的，多大了，什么座？你怎么不带回家让阿姨见见呀？打住啊！他就是我一个朋友，以后可不许乱说。
老师，邓宇给我传纸条，影响我学习。邓宇，你怎么回事？来，上来做这道题。许小小，许小小，许小小，你有完没完了？谁没完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赶紧走啊！不可能，今天你不听我解释的话，别想走。好啊，我给你机会啊，你说吧，给你解释的机会。我其实，我说呀，说不出来了吧？我就知道你是个骗子。我现在就去告诉莲花和大白，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就别告诉他们了。不是，我也有难言之隐。这什么难言之隐？我这个病得的可突然了，我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我怎么跟你们说？那你是什么时候确定你自己得病的？就是替你解围那天，那天我确实被龙哥抓走了，还有陆明。你别多想，这事儿跟吴赛没什么直接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磕了一下，然后美术老师就说我的画有问题了，再然后你就都知道了。马总，嘉宾名单都已经确定好了，韩悠悠也应邀参加。陈总面那边都说好了吧？那悠悠她有没有起疑心啊？没有，放心吧。那就好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这次你代表公司参加作家论坛呢，有些注意事项我得跟你说一下。没事儿，你先接吧，我这不急。谢啊。喂，子轩。你在干嘛呢？晚上有没有时间啊？我在改稿呢，怎么了？你这么忙啊？怪不得你入围了作家论坛，你都不告诉我一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是我们公司的项目呀。今天我看入围名单的时候看到你了。那个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我都好久没跟你们一起吃饭了。好啊，我正好约了陆明晚上去吃饭呢，那我们一起吧。行。我发誓，我真没骗你。徐小小，笔记本的事儿，谢谢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治疗的方法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艺考之前肯定能恢复。那你也不能在决赛上作弊啊！你知道被发现的是什么后果吗？你高考资格都可能被取消的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作弊！哎呀，学校的大才子竟然作弊呀！吴赛，你别胡说八道！我胡说八道？我在这都站半天了。你说作弊的学生怎么能是好学生呢？这蔡主任要是知道了，可怎么说呢？你别太过分啊！我过分？我过分吗？哎，你们之前对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你们自己过分呢？我现在就告诉蔡主任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吴三，你听我说，完全是个误会，你听错了。误会啊？嗯，误会了。有误会跟蔡主任说去。哎，邓宇，你邓宇找你半天了。那个蔡主任让你去办公室。干嘛呀？不知道，好像是跟美术大赛有关。你看蔡主任都知道了吧？不是，知道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快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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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也去，我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什么？我必须坐着。你什么事？哎，蔡主任，你都傻呀你！哎，你快起来！哎哎哎哎！我告诉你啊！哎哎哎！蔡主任，你别这样！你给我撒开！蔡主任。
接下来呢，我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目前呢，我们园区的各个领域的嘉宾合同都已经签订完毕了。接下来我们主要工作的内容呢，就是开幕式后的各项活动。这段时间呢，各位都辛苦了啊，江总。好，针对这一段时间工作，有一个人我想着重提一下，那就是陆明。无论是跟上扬达成合作，还是对施工进度的把控，陆明的表现都非常优秀。虽然他刚来公司不久，但是他对工作的专业度和认真程度，我希望各位都能够向他学习。那今天会就到这吧，散会。对了，陆明，你留一下。那个嘉宾的服装确定了吗？给你。这些不行啊，这些款式根本不是最新的。江总，那我现在让服装部的同事赶紧重新联系品牌吧。算了，我没时间等，我得看到实物才行。喂，琳达。喂。哎，你在国内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我这边需要几套服装拍宣传照，男女都要。那你就直接去我店里吧，有什么需要你跟他们说就行。还是你靠谱，那我现在就过去了啊。OK， 拜拜。走吧，一起去看看嘉宾服装。好。老师好。蔡主任，您找我？来来来，快来快来！两位老师，他呢就是邓宇。这两位老师啊，是大赛组委会的。他们今天来啊，是发现……对不起，老师，我错了。错了？错什么了？错了？人家两位老师是看了你的作品，发现了你异于常人的绘画天赋。今天是来通知你，你被保送了。保送？心甘情愿。不管是晴天雨天，渐行渐远，黄昏向深处蔓延，像是冬眠，眼神不会出卖我的心愿，从未改变，愿你期待都实现，多希望那只是一种错觉，上演过沉迷于你的情节，自由是我自定义的标签，多希望那只是一种错觉，时间它冲淡了你微笑的瞬间，看着你和他并肩走远，心甘情愿，不管是晴天雨天，渐行渐远，黄昏向深处蔓延，相识多年，眼神不会出卖我的心愿，从未改变，愿你期待都实现，多希望那只是一种错觉，上演过沉迷你的情节，自由是我的定义的标签，
间，它冲淡了你微笑的瞬间，看着你。